我一边在拍照帮朋友选东西啊，所以可能有点分心。小心！那个我也不知道是红毛还是什么。我应该蹲下一点比较好。哎呀，沙威，C-Star 据说是金鱼神和虚空藏两个的杂交的那个进化版，便宜的虎鲸的平替，但是我感觉替不了，虎鲸还是好看的多的，我个人感觉。别骂我，哎呀，这个地上好多坑，脚崴了。这边多肉我就不去看了吧，这边把最后一点龙舌兰给他看了。看一下那边农田，就没见过这种灰色的蚂蚱。这个是霍利达吗？怎么这个样子？等等，我稍回一下消息啊。虚空藏，啊！现在又在吹冷风，我刚从一个特别特别热的地方过，热胀冷缩，要爆了！我把那个广角小镜头拿掉了，我不知道这下子会不会没那么晕。Thank you.
小蜥蜴。小苗，巨大的盆，其实我特别不能理解这么大的盆。哦，对，金鱼蛇，它的金鱼蛇状态都很好，非常好，不得不说。我一边传一下消息。去看看稻草人什么的。我不是说这个，我说不好。我现在正在逛，然后接了拍视频，反正我现在说啥不好，可能都被录进去。然后那个杂交的，还有是蓝鲸进化的，全都被日本人买了。他说了，然后我到的时候已经没有了。其实我应该早问一下他的，不过他当时PO在那儿，我以为都没人什么人买，哎，有点可恶。我之后我碰到好地方什么之类，我绝对不会把它剖出来。当然肯定也不是我剖出来的，他们很多日本苗圃的人就直接跑到这边，几乎就是把他们买到断子绝孙，他们已经没有东西。这边有没有拍过啊？我都不记得了，随便拍拍吧，反正不嫌多。等等，抱歉，我给朋友拍一下。这个箱子我不知道多少人对它很熟悉的，如果你在 ins 上面关注有一些日本博主的话，名字我就不说了。你看看这个箱子熟不熟悉，小红书上有转的，还有是ins 上面。
因为我在这家买过几十颗，起码有几十颗吧，有四五十颗嘛。比这个数量少一点，所以我现在来他的私人苗圃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对外开放。但是这边好像还是一片净土。我好像又绕回了原来的地方，可能已经拍完了。哎呀，走路都靠的得往哪走？关键不是那个品种，你别管它品种，那个箱子，你不觉得很熟悉吗？再随便走走，然后看看他们要什么。好，我就拍到这边吧。我过会儿可能去买个稻草人，拜拜。再拍一下霍利达吧。虽然现在没那么紧俏了。金。